来，滚一滚啊！啊，对面一列，再慢一点，我在那量一列啊。我跟院长，我不给出来啊！在你的毛被里，一直穿着毛被，讲方便没？方便了嘞，地上没一粒，啊！你那没付光钱，带你出来。翻个！再没做事体，没做疼啊！啊，都回去养土不？对个。一直穿着方便没？毛被讲啊！那不是我过的样子没有？都是你，你养哪里？啊，运气好不起来，一样嘛，啊！我地上没一粒，一粒。厉害嘞！啊，妈妈又管你。没有没有。对呀，我给你放这里有时间一点。我送你五元，多开。我不是你。我送我个。妈妈还给我吗？还给我。妈妈姐。全部我来包啊！我抢了包啊！哎，你们来，我们来。我对面有对面有时间给你加一点。哎，你帮我看。就不开吧。哎，妈妈，啊，开吧啊。妈妈，请吧。不开啊。不开。我这就有胶布了，理一理啊。那帮忙一边。爸爸妈妈也是很少出远门的，然后这次回来，我们这边火车站这边也蛮难去寻那个检票口啊之类的，我也怕爸爸妈妈找不到那个火车，所以这一次我跟我爸爸妈妈一起回去，对，让一起陪同一下好一点，也放心一点。拜拜。再滚一滚啊！啊，对面一列。再慢一点，我在那量一列啊。现在过几分钟了，里吧。吸一下子。是。慢一点。来看一下去吧。啊，再往那边。再跟着播啊。我们已经到火车站了，现在离火车开还有1个小时10分钟。我现在带我爸爸妈妈到楼上，找点东西吃一下，然后休息一会儿，等一下再去等车。我们现在到2楼，找点吃的。想都开了，嘿嘿，江城地了去。开始。啊，先烫一点了。这里都幸运，俺这个店。西安嘛，西安嘛，叫么薯条这些，谢谢。哎，嗯，我给点啊。点喜欢么？么家子，俺第第几的回复？顶人家第几鸟的？怎么也鸟啊？不顶你来了？还中阿阳的阿阳哥点，这你去点菜的。哎呦，你看，有鸟啊。上啊，嘿嘿，来饮料。啥不想养些了？弄一个一斤一滴的菜不？刚才我点的，我以为是在这里堂食，没让他给我打包了。哎，看不见对戏。啊，老哥。白老哥。对了的。别把这再干吧。你这个。嘿嘿嘿，啥子人？这不对啊！对啊，我要突然从啊从这边东西来。啊，地方这边不是嘛？对，这一个项目。这里咋讲啊？广东这里咋？对啊，我上到那里有中间客。以后多些带你来拿几个点点。对啊。这个阿江，这个好嘛？也推一下一个。哎。嗯。你去哪点了？会的。我。你哪里啊？一个是一个嘛，
薯条。薯条。嗯。那个。红酒汤。红酒汤。就是。洗洗店。嗯。将来就俺爷了，好几多。你妈那个地方，嗯。没干净，也给搞干净好点嘛。两块钱给干净。不点嘞。嗯，还是喝。我们现在去排队等车，还有半个小时，差不多了啊。王姐姐别啊。对。这一分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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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一这不两班，比那个都聪明。回老家了，回老家了，现在已经到我们老家的火车站了。我们现在去打个车，回爸妈上班的厂里去啊。啊，多谢吧啊！司机嘛，我这个嘞。慢些啊！对对对吧？啊！然后出门不是，坐个新干线。啊啊啊！对对，大家都天黑了，妈妈说到餐馆里吃个饭。嗯，这一家他们厂里经常来吃。所以说来吃吃，他们说很好吃的。啊，是阿婆家第二瓶啊。啊，你那个还没上一点，没地方坐，我地方坐。哎，乖。哎呀，嘿嘿嘿，好。妈妈，妈妈接啊。嗯。我要干贝家。哇哦。哇，哎，你这生意好噻！哦，这应该了。哎，这老板娘装起够这个嘞，蛮好的嘞。好，我放多一点嘛嘞。嗯。